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陆克的大阪生存日记。今天呢，我买的窗吸冷气到货啦。现在呢，八月非常的热，然后我们房间也非常的闷，因为呢，我们平常是不开窗户的。为什么不打开呢？是因为我们窗户外面呢，直接就是对外的走廊。那打开的话，就觉得好像没有隐私，所以我们平常都不打开窗户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要来安装我的冷气。这个好像直接搬到房间里面去弄比较好。还有附一个装在这个窗户上面的一个架子，是长这样。再来的话，这个就是冷气本体啦。需要先看说明书。这次买的这台叫做 Corona， 叫做 Corona 的这个牌子，跟肺炎一样的名字。然后其实我对这个牌子也不是那么的熟悉，只是说我们在找冷气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比较常在卖场看到这个牌子，查了一下评价，感觉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一台。那这一台型号 CWF162R 的冷气呢，它标榜是可以十年不用换这个滤网，有这个内部除菌模式以及排水除菌的功能等等。那像这一种直立式的这种冷气啊，在网络上也有查过一些它们的优缺点。那优点的话，一般都是说价格比较便宜。那一些比较常见的缺点，比如说就是窗户没有办法完全的关起来，所以它有可能会导致有一些蚊虫飞进来，然后贴起来的话，它的样子也会比较丑。那如果有人知道怎么用的漂亮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再来的话，就是它的声音会比较吵一点。其实它整个发动的声音啊，很明显听起来是非常的大声的。这个的话，现在是原音。那这个音量的话，其实比我印象中的小声一点点了，但是整体听起来，你把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噪音啊，它这个噪音还是比较大声的，而且它是这样一阵一阵的，发动机一下子运作，然后一下子休息，那突然在启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吓到的感觉。
就常常会被吓到。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台直立式的冷气呢？是因为我们那个房间的话，它没有办法装室外机。那如果要就是牵线的话，就觉得好像这工程比较浩大，那我们就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装这种分离式的冷气，就只是想说要么就不装冷气，要么就是装直立式的冷气。但是结果最近真的是太热了，受不了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装一台这个直立式的冷气。整体使用下来呢，它其实冷的这个速度其实算是蛮快的，但就是说现在我们觉得比较大的缺点的话，那就还是一样是噪音。如果不事先在睡觉之前不事先打开的话，然后睡觉的时候关掉的话，就可能会真的会睡不着，因为它的声音真的非常大声。但是整体来说的话，还是比较满意这一台冷气的。那今天分享冷气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陆壳大阪生存日记。今天呢，我买的冷气，我讲话太大声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热心。